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我们合掌共念灵山会记：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至圣，王禅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各位维新圣教，以慰千秋，恭祝阿弥陀佛圣诞。谢天伦齐安消灾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好，我们当下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出现灵啊，徐福真人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出现灵啊，着陆战争蚩尤后裔北移韩国啊，以来195位天主帝王总统出现灵，及3762次大小战争，及世界812次大小战争王子朱彦灵，及当下我们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五路财神经啊，这部五路财神经哎，也是我们修成正果、明心见性的一部经啊。我们来世间上，凡是要做到问心无愧，你即是五路财神的化身了啦。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做到问心无愧？要先知道自己的命，知道自己的心，知道自己的本愿和天命，依教奉行，再加上学习易经风水维新圣教的万法，绝对能够成就为五路财神的化身了啦。所以我们在乙未年10月18日深谈谢天文齐安法会的啊，依法供养我们的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而且在2016年1月1日下午1点到5点，在台湾净土林口体育馆举办36000大众三祖儿女代表心手相连天下一家亲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啊，这是天人合一的大盛会。所以本维新圣教祭祖总会的天命啊，以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大家共同心手相连，共创世界真和平啊，这是我们的殊荣，我们的荣耀，我们各位的功德天哪、啊、也因为这样十坛圆满了，王禅老祖才传了五路财神经，
给我们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依教奉行，每天送一部五路财神经都功德天，有说不完的好处啊！啊，所以这一节我们继续为各位讲。若有贤士诵此经啦，身病尊人来加持。身病尊人伊的神通力有偌大，你知不？不可思议啊！回顾我在四十几年前，因为一年跟生病的第九个徒弟九天九圣地续下缘分之后，生病光降来，他的妙术如神，而且传了很多的妙法，其中呢，在开光点点的时候，那油顶啊油顶啊，下面的火在冒烟，一直呢油呢一直在冒烟，很热。那么孙膑真人说：“你马上，你们可以摸，凉的没有关系。”那好了，我就很好奇去摸了，凉凉的，像水很凉。接着好多人去摸，油顶都凉了，很奇怪，不可思议。等到孙膑真人剑指剑迹啊，说不能再摸了，我要退掉。结果有个孩子下去摸了，水熟了，烫了，皮掉了。你看神通力多大！再来呢，要开光点点。那时候我不认识鬼谷先师，鬼谷子是生病的徒弟师父。南极仙翁也是王禅老祖的师父，所以要开光点点，就抓了一只鸡，白鸡，那一个人抓的，好多人围着看。孙膑降鸡的时候降临来，叫出那一只鸡子的前生名字，他都一直答应。讲一次，讲一次，讲一次的答一次，很奇怪哦，那个鸡。到时候是，孙膑真人，他说我借你的机关，学来开光点点，开光点点他的师父，点点他的徒弟的金身，再点点他本尊孙膑的金身。在点点南极仙翁的心声，告诉这一只鸡也说你的功德，我们谢谢你，你可以去投胎为的好家庭的子女。那只鸡一直抖，一直抖，一直谢，叽叽咕咕都讲说谢谢谢谢。奇怪，那时候我身上毛毛呢，当时有美国第七舰队的，那一些军人，有我们台湾的巴女呀，招待带他们去看好几位，一直喊 no， 就是说他们喜欢吃鸡肉，原来鸡翅也是人灵性。本节目由土城安心道场。所以从那时候我不敢吃鸡，那机器鸡翅膀什么鸡腿都不敢吃了，它有生命嘛，放下去了。他的机关点了一个小小的穴，借用放下去了，那只鸡跳跳跳，跟孙膑真人神跟他磕头，砰，死掉了，自己死掉了。孙膑真人告诉大家，
这个不能拿去再拜神，可以拿去吃。这就是生病修成正果，好多好多好多的不可思议耶。所以各位同修，你们有很多的妙法，生病也传了我很多妙法。在妙法普传里面有一些生病开口讲了，我知道我都记起来了，我就说出来都可以用了。所以我们要修行啊，生病身体死了，他的芳名慧命还永恒的留到现在来。所以生病处处都在，无所不在啊！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好好修行啊！你们好好修依教老祖所开示的，我们万家工厂万家村，家家户户平安，我们都在服务大家所修的成果啊，来服务众生，服务大众。你们也就是当下的五路财神的化身，所以当你们是唯心闲事啊，来诵诵此经，生病真人来加持啊，加持各位啊，他已经成圣成贤成神了，会来加持各位啊，福慧增长，那你们当下这一生都成就为五路财神了啦。好啊，若有闲事诵此经啊，五路财神来相助啊，五路财神，东西南北中，五路财神会来相助你们，好，你们事业会顺利，事业会赚钱，家庭会平安，只要你诵这部经，啊，这五路财神一定会来相助，您相信吗？你敢发了我后，一定五路财神也来给人相助。嘿，生病真人来加持，啊，虚无真人，日本的第一代天皇，日本武后牙不？哦，那日本天皇第一代天皇，孙武天皇就虚无真人嘛，啊，他会来认亲的。哎呀，你念这些都以前我传到台湾了呢，哎，认亲就来加持嘛，阿甘不好。啊，好了，啊，若有闲事诵此经啊，家庭幸福一条心呐、啊。各位同学，五路财神经让各位了解到全家人的命卦，了解全家人他这一生他该走的路怎么样做。才会平安，立于不败之地。啊，有如啊，我们这个啊，火水未济的命卦的人，好，那我们待时机做事情，要读易经，学易经，不要急，凡事要用意。你已经懂了，现在时机还没到，你不要勉强踩进去，踩进去等到未来时机来了，你已经赔光了，失败了。谁帮着上不能帮你忙呢？只有学易经啊，社会大众啊，你来学易经啦、啊。我们的易经不是江湖术数的，还搞清楚啊，是天上传下来的妙法嘞。所以我在鼓励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好顺心嘛，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呢。啊，尤其我们身为父母的人，你要来学易经，你可以减少失败。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呢，那你有再多的财产留给子女，
当然子女很高兴，你留财不如留德，要留道德给子女当然很好，但是你的道德能坚持多久？若是不懂得易经，你给他的财产他不乱花，但是他怎么做你看不清楚，到时候把你整个的钱财赔光了，你失败之地了。道德在哪里？道德是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和平安的基础上，你要平安与和平一定要学易经啦，那不然在这里啦看很多啦。所以当你了解到自己的子女，你留财产给他很好，但是呢你要交代他人生的座右铭，人生的指标怎么做，又有如这个卦你是这个地泽临卦的人，地泽临卦很容易骄傲啊，那怎么办？你把这个真言交给他好好练，按照这么做，地泽天师如君临堂前万民相拱服，婆婆塌塌了勿忘居高有危险呐、那坚守臣位永无忧。你有财产，你知道孩子的命卦，这个命卦你交给他，你按照这么做，每天念144遍，念60年，311400遍，一生60年。等到最后，我们走了，地泽天师，这个才是真正的留德给子女呀。否则的话，你有再多的财产给他比较轻松花，给自己的子女坠入黑暗的地狱的机会。本节目由青王行盖问赞助。所以现在富二代事业不想追，变成台湾企业的问题。富二代，我干嘛那么辛苦干什么？爸爸，你的财产我把你保持的好好，怎么保护好？你不懂得自己的命卦真言，哎呀，我告诉你，失败机会大得不得了，安听我。所以我们有地天泰卦，地天泰卦的命卦地天天师天地交，喜报三年福延年认清自信自我修多少那么保尔平安大太平年你交给孩子嘛，命卦嘛，所以我这个命卦尊严，你一家有多少，有多少人，你里面的命卦我都把它写好编好了，开始要去印以后你们就可以来到仙佛寺医药出版社来请嘛，一家少一个失败，
国家社会多一个福报嘛。好，所以五路财神经里面的内涵包含的名扬两界，我们现在当下在坛城上的所有灵魂界的诸圣灵魂，当你们心甘意结接到这个法，来生有机会再投胎转世为人，那你在你的基因种子脑海里面心田里面，而你的整个的人生你再走一趟会走得非常非常平安的啦。再加上这个妙法现在开始传到地球上千秋万世永远不变的真理呀、啊，那我们再来世界再走一趟的时候，我们的考验就会减少啊，就会过了啊，比较心安自在的一生啊。安听好不好？好，来，若有闲事诵行此经，行此经，好，那家庭事业见太平。若闲事来诵此经，再行这一部五路财神经，依教奉行，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命卦尊严你去做的话，啊，你一生不会白走啊。也就是说天火同人命卦的先主路，天火同人的人你的命卦你怎么做事先人来主路，王禅老子大罗金仙啊，王禅老子所传的是易经啊，风水学啊，我们就会成就为五路财神立于不败之地嘛。啊，又有如啊，天龙后的命卦的人啊，那么就是遇贵人，你要遇到贵人，处处需要贵人，不要自傲以为自己都很好的，结果到最后来摸名沾倒灰，怎么样？因为你没有学易经，你不懂什么是贵人，无论是未来相助你，有人是要 拖你下台哦，那怎么办？学易经嘛，凡是用易知天机嘛。哦，所以呢，王禅老祖传的鬼谷仙师五路财神经，你要成就财神，你务必要修这个法门。你要勤诵，若是要一个家里人幸福，啊，家庭事业见太平，啊，那你就修这部经，啊，这部经的妙法，我已经讲到现在，讲几十集了，啊，三四十天了。可以不？那我会在讲完之后，会印成翻译本的这么大本400页，将近要有6本。你们可以来出版社请回家供养啊！你们这可以翻起来，可以给做子女的教育嘛？安尼干么？所以。所以王禅老祖传这部经真是天下会太平。所以若有闲事行此经，家庭事业见太平，天下就太平了啦。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欧亚家事部有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同修，我们合掌恭念灵山会寂，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
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庙至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各位唯心圣教一位千秋，恭祝阿弥陀佛圣诞。谢天伦齐安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们在世间上，我们心每个人永远是平等，只是悟或是没有悟。我们悟了，心会很平安；没有悟，永远在不满，怨天怨地怨人，啊，怨父母，这是可怜的人生啊。我们都从天上借如来借投胎转世，借着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我们走一趟人生，除了接受父母的教育、国家的教育、社会的教育、亲朋好友的教育之外，我们也要教育身边的人，教育我们的子女呀，啊，尤其我们要教育我们的祖灵。那么呢，教育祖灵怎么教育呢？要借我们的口，借我们的眼睛看圣人、先佛、圣神所开示的真言、开示的经，借我们的口、眼睛念出来，然后你自己听到灌进耳朵，进入主轴，主轴在这里上60%上达天庭，40%进入我们的心田里，啊，所以这个即是教育。你要对灵魂界的祖灵教育，一个方法每人都可以做，除了念佛、念咒，很重要的就是要念经。你诵经，功德天哪，不得了耶！诵经，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有缘，都为王禅老祖的今年座下的弟子，王禅老祖给我们的果位学位就是贤士，所以天上天下连地狱听到贤士的都会尊敬你们呢。莫急看看呢，我有来外面学一书啦嘞，书书。啊，这个天人法界不会尊敬你们，贤士，天人法界圣人化掉你，爱给人礼敬三分，啊，知不？哦，所以老祖给我们这个因缘，我们要珍惜啦，嘿。啊，那么尤其我们要诵诸经，面对的今年。和新的一年，世界都饥饿与战争蠢蠢欲动即将发生，我很担心，诸天圣神也是很担心的，怕人世间有浩劫，浩劫未来天神他们没有机会再来世间投胎转世。哦，所以这个
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课题耶。王禅老祖才传了一部《鬼谷仙书天读经》，要我们大家努力来诵，将这个经宝借着我们的口送出声音，转入耳朵，进入意念，60%转到天界，给诸天圣神活菩萨供养，然后一起光降地球来守护着地球的平安，然后40%回向给我们的祖先，祖灵安，我们就平安，天神加持，我们就平安啦。所以要会诵经啊，你当你知道了，你要行啊，要真正去行啊，去做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我们请秘书长圆道法师、圆斗法师，还有同修，还有住持啊，大家一直鼓励诸会长啊，诸会长鼓励我们会友，大家一起努力来完成丙申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的时候，务必要达到1250万步的功德来回向啊，你才能够消灾化解啊。这即是我们行经要去行，要去做啊。所以啊，经呢也开示了，五路财师已经开示，若有闲事行处经啊，家庭事业见太平，知行要合一。好，再来，接着王禅老祖开示毕，今天农历几号？啊？10号。七一了，您哥要记得哦，师傅没记得，公公没记得啊。好，那好了，啊，今天11月7号，再10天，阿弥陀佛圣诞就到了，我们要圆满嘛。好，会将所有我们在坛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都要皈依阿弥陀佛。啊，这以后能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好，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毕，啊，龙天护法普降大地呀、啊。这几天，我们从18号开始一直讲解，到现在来20天了，20天。所缠结的是每个人在世间面挂的心的法，也在缠结已往生的堂上祖先列祖列宗十方法界3000000灵，无论几千年出生的到现在的莲座上的诸圣灵们，在天界、灵魂界，在过去，在人间界，都有同样的命卦啊，过去忽略了啊，现在命卦公开普遍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圣灵同沾法益啊，未来生来到世间，世间就可以安安心心的体验人生了啦。所以啊，龙天护法普降大地，同沾华语甘露加持灌顶，华这么多的华就是项羽在滋润了我们的心，我们心怀气躁，当你听到妙法的时候，无论阳人阴人，心灵就会有甘露来加持，法点点滴滴字字句句的法
好，妙法来点燃我们的心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成圣，成为五路财神的圣身、法身和化身。好，再来加持还有修持本经者，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来加持你，在家诵经任何个地方诵经五路财神经者，好，依教奉行可圆满呐、啊！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教义去奉行的时候，人生绝对会圆满。本段节目由黄宝莹、林。又有如六十四卦的命卦，而你是泽火革卦的人，啊，你修改革，啊，你做什么事情，你所看到了，往往都是表象。那我们要修改革，过去的方法绝对有的不同。你改革怎么改革？你要决定一件事情怎么改革，你就要用意。用意可以利人天呐、啊，用意知天机呀、啊，啊，我们才不会落入烦恼的境界啊。啊，有如命卦，啊，昨天绝卦得天卦，啊，昨天怪卦呢，啊，有法界，你投胎来世天上了，昨天怪卦的命卦有法界，你要多到处去学道，你要多参访，到各地去学习。那你的话，你就会满愿依教奉行嘛，就这个意思。依照财神经所教给我们的，你去奉行。又有如啊，火泽回卦修中道。火泽回卦的人很容易反目无情哎，啊，这是自己最大的罪过哎。你所碰到的事情往往就会颠三倒四呢，那你怎么办？自己修真言，依照真言啊，命卦真言好好去修，自己去悟，那你不是财神的化身吗？听不懂哦，好，你那家里无鼓掌，啊，所以老祖传了五路财神经，我愿大家依教奉行，依照这个教义来教育自己，教育家里的人，教育你身边有缘的人，啊，依教来奉行的时候，你凡事都会满愿啦。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嘛，啊，鼓励夫妻来学易经，啊，鼓励你们没有时间来学，可以叫你们的孩子、儿子、媳妇、女儿、女婿，我们在台湾各地开课嘛，易经大学呀、啊，心法妙难闻呐、啊，所以好的法宝在眼前，不会珍惜很可怜。哈哈哈！啊，我过去受了很多的闷亏，
当我悟了，我发愿跟玉皇大帝跟王禅老祖，我一定要将易经心法来普传，让家家户户的有缘的人啊，大家能够来接到这个法，减少失败，增加成功，社会增加福报与福利。不然否则呢啊，我们多一个失败，社会就少了一份福气，家家户户也一样嘛，人人也一样嘛。所以我才提倡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出工作可顺心嘛。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不是只有世间人这样啊，天上的龙天护法也这样啊，而地狱道的众生冤亲债主冤冤相报，当然不需要你们学嘛，学了冤报不了。但是我请示过老祖说，老祖啊啊，这样传这个法啊，一些冤冤相报报不了。我说老祖啊怎么办，老祖开示了，很简单，依教奉行，名扬两界可圆满。你这个的诵经是在教育祖先，教育自己，教育你的冤亲债主，冤冤相报何时了，你用妙法来还债，那才有功德。不然现在的钱财是人民币比较大，或台币大，或者美金大，而欧元大，这个在阴界都没有办法还的这个债啦。所以要还债，就是要以圣法妙法来还这个债。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耶，哪一位大神有像老祖这么慈悲，让眼盲心不盲的人，眼盲他们学了啊这个易经啊各种的心法妙法啊，让他们像对于洋人眼明的人指点人生方向，指点人生哲理，减少失败。所以王禅老子的妙法真是慈悲耶，不然我们好多残疾的朋友们头脑都没有坏啊。有时候我开始学易经，蔡德老先生在台中市三民路，他也忙了，养了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他是为人卜卦，眼睛看不到，用点字的来学啊，大家有事情去问他，还是用易经，用卦易经啊来为人解疑，多少人受过他的帮忙啊，多少个家庭因为他的眼明眼盲心不盲指点那么好的妙法，让有缘的人家家户户平安，这个也是五路财神呢。所以五路财神不是眼睛亮晶晶很帅的人穿了一身的才是五路财神呢，眼盲的人也为人指点人生，真是大慈大悲的王禅老祖师尊啊，大慈大悲。所以王禅老祖他是最尊重人性的大神，世界和平，宇宙主宰的大神王禅老祖，大天尊呐、啊，啊，妙法普世间。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毕，五路财神经完毕的时候，好了，金刚
护法财神共赞曰：金刚护法财神共同来赞叹鬼谷先师大慈悲啊！哦，鬼谷先师大慈悲，妙华，啊，妙华如钻，琉璃满世间。妙华如钻石啊，又像琉璃啊，满世间。为什么满世间？大家家家户户减少失败，增加成功啊，减少赔钱，事业更加的顺利。那满世间不是如钻石吗？啊，有如今天早上呢，我们台商服务联社延伸法师社长啊，他拿了最是要祭祖的万家工厂万家村的服务成果表，印成三大本了。我说这都是五路财神的智慧呢。好多工厂原来从失败要关门了，几百个人几千个人要没有薪水可以领，所以啊，延伸法师台商服务联社带领着我们那么多的法师，大家一起共同来为所有的百千家的企业公司服务，然后转盈转亏为盈，转败为胜，员工有饭吃了，有钱可以领了。有多少个家庭啊，所以我们提倡万家工厂万家村啊，一万家的工厂平均300人，就有300万那个家庭能可以安家立命。哦，这都是王禅老祖所传的妙法呢。那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唯心圣教的贤士，依教奉行，依法修行，你们就是五路财神爷的法身、圣身和化身，三身融为一炉，为一圆满体，五路财神的金身。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很欢迎社会大众，我们在全台湾各地都在开课，欢迎你们来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呐、啊！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即是五路财神爷的今生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